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水库，对面这个位置是一个水库的一个排水口、出水口。我们来抛一杆，看一下正前方有没有我们所钓的一个目标鱼。好，这样抛出，慢慢的收，看一下这个角落里面有没有目标鱼。平收就可以了，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CC60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鲟鱼。哎，中，漂亮漂亮！哇，咬了一口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发力，漂亮！犀牛、金鳞、鲟鱼，看一下这个小金鳞，我靠！漂亮！兄弟们手上有票的，戳戳小红心啊！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这个鱼的有一个强项是死亡翻滚啊！哎，又跑了。它的强项就是一个死亡翻滚。我们今天采用了一个 CC60。